我们今天来吃豆豆里，好吃吗，姐姐？姐姐一直上次因为就是叫了 Line Taxi 的外送，然后她一直觉得她的辣炒年糕很好吃，然后我们实际来吃了，还一样吗？一样啊，不然会不一样。不一定啊，应该在现场吃会比较好吃啊。然后我也忘记上次怎样，我只记得很好吃。然后这边是永康街。其实疫情之前就有一段时间没来了，现在疫情其实人真的少，非常非常的多，就想说带大家看一下永康街。我们现在在永康街的头，算头吗？我也不清楚，反正就是从鼎泰丰就在左前方那边，没有要什么逛，就是走路的时候就可以，就会看到一些店家。妈，我们在右手边，对，哎，这边有全联呢，就是这边其实生活不奇怪，只是说生活机能这边这样也很方便。可是这边吃东西偏贵一点点，贵啊，真的很贵。对，因为那边有新开，你有没有印象？那边有全联，现在有了，给大家看一下，人真的少蛮多。以前这个时间应该是都是人。要不要喝？买个茶。你要买个茶。要吗？要买个茶吗？不要。现在大概是晚上的7点，人还是算蛮少的。芒果冰都没有了。芒果冰，对啊，谁家这个就是以前的冰。就是宾馆，后来换成思慕斯。我印象中思慕斯是美而美集团下面的一个品牌，不晓得对不对。给大家看一下，人真的少蛮多的。以前永康街就是很多观光客会来了，那其实疫情之后真的我相信就蛮多店面，像这间也是空的，这都是以前非常好的位置。然后这个角落这一间以前我也算偶尔会吃，有葱油饼。这边是陈记葱油饼。然后等一下要左转，这边是 Coco， 有人要喝 Coco 吗？这里我停，这里我停，这里对对，那个小心哦，车子先过。这边是木席。现在芒果冰不晓得多少钱，我猜220。220，不晓得。我第一次吃芒果冰有印象的时候，大概是110、120。现在可能不止。大部分都200、220。哦，200都200多。180那时候就觉得，我才200。现在差不多250啦，250左右，有200的啦。其实旁边有一家芋头冰也很好吃。你知道吗？它那个就正旁边，对，有一家，其实偶尔我也会来这边吃。芋头、芋圆、牛奶、雪花的羊。你刚刚说有的时候你也会来吃，你跟谁来吃？就是以前嘛，以前我他开多久了？我们不认识。搞得好像最近来。这个我想说自己来吃冰太过分了。我大学的时候就有来吃，以前是冰馆。我们一直看干嘛？你要吃吗？可是，现在真的太饱了。你看，连他镇旁边的房子也都在租。以前这个店面真的应该都是非常抢手的。那这间也在租，哦。这间我记得很早以前有开过一阵子，好像是霸王还是什么，还是这一间，有点忘记。也一阵子没来。然后这间是彩彩食，我记得有一阵子是在卖凤梨酥还是什么。这间店面很漂亮，我以前进去逛过，很高。现在是彩彩食，就是夏姿的品牌，然后就是做一些插电啊什么。然后有车子要靠边，然后我们停车停在这。哦，以前这边应该也是不是很好停啊，今天。对，今天就现在，可是不过今天不是假日啊，就是人本来就会少一点。谁要来帮我缴钱？没有钱。赶快啦，帮我缴钱啦！没办法。快点拿啊！
哎，等一下，先帮我找一下我的钥匙好不好？你的钥匙好像又没有在车上嘞。什么？好，把钥匙给你去，你去。我钥匙没有在车上。你找一下。我身上不晓得有没有100块的可以，我确认一下停车费。不知道可不可以用悠游卡？我看一下啊，可以用悠游卡支付。来，我输入一下我的车号，等我一下。其实我的车号是租赁车啦，那其实租赁车是比较不怕车号。请点选支付方式。那我用电子支付，然后用选择电子票证。那我看我可不可以直接用手机感应，吼，把我的手机靠在这里。诶，可以吗？请感应卡片。好，可以耶。好，然后输入统一编号。确认。算了，等一下。我的手真的很笨，一直按错，还好现在没人。请取回零钱。缴费完毕。我的发票在这里。哦，所以是可以直接感应的，蛮方便的。我缴了多少钱啊？我看这边，我大概停了1个小时。知道我钥匙在哪吗？在哪里？原本在车上啊，是后来我把它放进我的包包里，真的。我问你，你竟然还跟我？我今天早上在试的时候，我下车的时候我门关不了，他说钥匙在里面。对，然后我今天下午在试的时候就发现，哎，关得了，所以我可能今天下午有出来的时候顺手把它收在我包包里了，真的。是吧？应该是这个礼拜都在你包包里。没有啦，真的啦。等一下记得还我。真的是。我不知道你放在你包包哪里。好啦。啊，他有在包包里面叫，对不对？有找到就好了。因为我最近都没用到钥匙。现在蔡琳最近在找他钥匙。好了，我们要离开了。我们要准备回家。你要我做事很多，你要我帮你检查那个贴图。然后还有我跟你玩特战英豪，玩万个大头啦，然后玩什么特战英豪，那还要玩麦块，没办法做那么多事。你没有不一定要玩特战英豪啦，你要帮我玩麦块。好，我们要。我叫你研究好，教我啊！你又说哦，这个很难，这个很难，但怎么？这个停车场只有一个路口啦，就不会教人，所以就是只能一进一出，让他先停。你是别人教我，不是我。好，我从旁边过。哦，他要停那边。啊，我那么快两个人出去。好，那我就可以出去了。这个声音老是会听到。好，可以出去了，顺便开出去给大家看一下顶泰丰。你真的喷我，周平佑，你喷到我眼睛了。我帮你消毒了。你，我跟你说，你拿给他，我叫你帮他消毒。来，好了就还我。他总是帮我全身性消毒。好啦，不要再吵架了。哎、欸，我们下次来浩浩阿姨家的时候，应该要买一葱油的。这葱油饼很有名啊，我以前就常吃了。以前啊，就是比较有菜吃淀粉的时候，来永康街就会买一个。好吃吗？还不错，还不错。左边这边是圣玛丽，这、就是圣玛丽的电网。你知道圣玛丽今天声音算非常好的，我知道啊。今天声音很好。这里回去要多久？这里回去大概15到20分钟。好久。
哪有很久，还好吧。然后右转就是哥哥到底有没有走过顶台风。嘿呀七十几秒耶，超久的。好了，绿灯了，我们要转过去。你猜顶台风我们在排队，我们刚来的时候就有排啦。对，是人多少，还好，还好，没有人啊。对，现在真的没有。来的时候人蛮多的，可能刚好。来的时候也没有到很多，就是那种感觉在零星的三四个这样子。妈，你知道我那个年代顶台风旁边现在这栋是什么吗？嗯。你知道这栋就是很漂亮的这栋以前是什么吗？不记得，没有印象。成品，你有印象吗？哦，有没有一点点印象？没有，没有。我没有进去过这一间成品。没有进去过。话说我的时候就拍到这里了。